州十二号报告，舱门已打开。好的，我从全景地看到你了。嗯。啊，我一问。漂亮。好，下一个点见啊，导游啊，需要个点见。好。你下面都是蓝色的海，你把机别忘掉了之后，你就脚踏浮云了。哎呀，锦炼不舍呀！感谢所有测试人员的大力协同配合，感谢全国人民关心关爱。地面表达对动幺、动两、动三三名航天员的辛苦付出表示亲切的感谢，祝贺你们圆满完成了神舟十二号。两次出舱活动任务。三名航天员表现都非常的出色，嗯，他们不但圆满地完成了两次出舱活动的所有的既定任务，而且他们通过这两次任务，他们的协同配合的这种默契，包括对各种出舱活动过程中各项操作的他们的这种经验的积累，都是越来越丰富了。就是我们在第二次出舱活动过程中呢，我们把前期的这个经验，包括我们的可能一些发现的一些问题的改进的措施，都落实到了我们第二次出舱活动的协同程序的设计、作业任务的设计等各个方面。他这个时候已经从机械臂上下来了。对，我们第二次出舱活动任务呢，应该说也总结了第一次出舱活动任务啊积累的一些经验，甚至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来说，应该说很完美。节点上哈已经提前了不少时间，可以说这个航天员的操作表现都很完美，啊，我们地面的指挥也很完美，任务完成非常圆满，所以说应该还是，所以我们都还是非常高兴的。天上地上，大家这次任务都很开心。对，看到了。飞船回去的时候要做镜像的一个交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测试，这可能都是为十三任务在做准备。